美综合报道，女星泰勒香香甜美。自从卸下蝴蝶姐姐的身份，后风格越来越性感，也不利于秀出火辣好身材。近日她随主老板罗志祥一同去泰国员工旅游，并秀出比基尼辣照，让粉丝眼睛大吃冰淇淋。泰勒去泰国后开心与粉丝分享当的生活，其中当然也包含比基尼照。只见他身穿鲜黄色比基尼，坐在泳池旁的高台上，一头秀发随意散下，从侧面拍摄的角度能清楚看见他的修长美腿以及玲珑有致的小蛮腰，坚挺的傲人美乳更是吸睛。另外一张照片，他已背面入镜并转过头露出浅浅微笑，因身穿泳装的关系，屁股几乎见客，平时勤于健身的他臀部看起来非常紧实，而在骨沟若隐若现的刺青更是引人遐想，让网友们直呼求近照，不要这么远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身材又够正点。泰勒长相甜美，拥有火辣身材，摆设自泰勒爱记凯勒，秀出比基尼辣照，翻设自泰勒爱记凯勒，大方露出蜜桃臀，摆设自凯勒爱记。